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，但是我们跟老师可以快一点，打快的嘛，那个下一首歌。好，来一首这首歌是抒情歌，叫做《爱如潮水》，但是我们把节奏加快一点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等一下听完歌了，然后就还有节目嘛，我唱完了。哦，你不是唱到九点半吗？啊，是呗。啊，我唱到九点半，他们要去吃饭了，不要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听完这首歌呢，希望等一下如果还有节目的话，大家留下来；如果没有的话，跟大家可以去吃饭啊，因为其实这里的食物都非常好吃。我其实以前就住在附近，哦，非常。Thank you， 谢谢，谢谢、啊。给你快高长大啊，学业进步啊。哇，这个阿姨好嘞哦，一个给两个，是哟。祝你好运啊，祝你好运啊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 ，OK。